要过年啦，恭喜啊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年轻的下一代辛苦了一整年，也许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算着红包得包多少，还有钱从哪里来。下一代现在不容易呀，当然我们年轻时更不容易，为国家服务责任重大，旧制度给我们好一点退休金并不为过，再怎么辛苦还不是为了下一代，旧的制度不改，孩子们就不敢想未来。以前八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，以后两个养一个，我们付出再多也不会跟孩子要付不出的红包，不是吗？我们依旧是负责任的大人，以前替台湾解决问题，现在台湾有问题，我们不会装作看不见。来吧，一起为下一代改年金。